当从彰化跑这么远，飙那个高铁上来的。有没有人问你的？没有的话，我这边下面有一个妹妹，然后她刚告诉我说，那个我想参加父老梦想，可是那个传单都被拿光了，要怎么办？这里还有啦，这边还有，你们可以自行影印，没问题的。刚刚也有人在问说，这红道基金会就是讲的实在太感人了，我如果想要捐钱给红道，怎么捐？谢谢，这边就是有那个梦想之友那个一年1000块的这个捐款的单子，也欢迎大家拿回去参考。谢谢。这里面有报名单，就是我们有5项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海选呐、就是报名以后我们有那个北中南3场那个面试。好、哦，比基尼不用面试了，其他都要面试哈、哦。那会从里面评选这样子哈、哦。那告诉大家那个入选的美感好不好？好。其实很容易，就是如果年纪大会优先哈、哦，这一点就真的是会优先。如果有比较长的年纪，比较长的那个长辈参加，我们就会优先。那另外一个是你要有强烈的动机。你不要说啊，我会来乞讨的哈，你要跟，譬如说跟你的生命连结有什么特别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参与这个梦想啊？那只要你有特别的一些，你跟你生命有关系的，其实你讲出来，其实都很有机会入选。好，那我们其实会很希望就是协助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圆梦嘛。好。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是我这边代表大安社大发一张感谢状给印子。那大家也借我一首，然后给你们谢谢。那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的讲座到这边。那大家手上如果有集点卡的，还有记得刚刚有问卷跟报到单，请交给我们红色背心的工作人员。另外，我们楼下还有卖菜的活动，还有剩下为数不多的菜，请大家赶快去选购，这样吗？